你怎么会来？你真的跟他开房间啊？不是，你误会了，我帮他。闭嘴！有什么话回家再说。你为了我跟他开房间啊？我不是，我还是你不是为了我，我是为了你啊，我。木人，你给我听清楚，你只能是我小李成明，你只可以是我的。真棒，大小适中。什么大小适中？没事啊。你在看什么？我等等，我肚子好饿啊。我们先去吃饭好不好？有鬼，要不然你不会这样子。我看，好了，我自首嘛。我在看那些男男亲热的影片啦。啊？我怕让你受伤啊。不然我们来练习一下。你哦，谁跟你练习啊？放心，我很温柔的。温柔个屁！